现在我要示范怎么样把 Aurora 袜子改来套手。首先，你要准备一双 L size 的男性 Aurora 袜子，然后一把剪刀，先把 Aurora 袜子打开。袜子套手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整个套进来，一种是套在这边。我先示范套进来的，在这边开一个口。OK， 这样子应该差不多，来试下。这样子就好了，很简单。如果是套上面的呢？套上面的话，你需要这样看那个手型，在这边开一个口。这边开了一个洞过后，开一下。然后这边很长，怎么办呢？剪掉就浪费，所以我把它卷下来。可卷下来，这边的布就很多，所以我需要放进来，这边再开个洞。所以就是三个洞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我们再开下一看呢，看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所以手套可以帮助到手腕痛的人，那些有慢麻手的人。如果你们担心这些边会脱线的话，你们可以缝或者用指甲油点它们。教学就到这里啦。